看一下，这是今天刚刚组装完成的30多台简易款的酒瓶花盆切割机啊，有喜欢切割酒瓶的啊，可以看一下啊，选择这一款。我再给大家说一下这款酒瓶切割机啊，咱们选用的是304的实心不锈钢的光轴，电机架咱们选用的也是3毫米厚的不锈钢啊，底板也是不锈钢的啊，看一下，全部都是不锈钢的。这款电机为6000转的高速电机啊，交织溜两用，就是说家用电和电瓶都可以使用这款机器啊。这是一个锁死装置啊，可升降，可上可下啊，可升降啊，看一下，可以升降啊，可升降的一款，好吧，也可旋转啊，也能旋转。有需要的朋友哈，可以点击左下角的黄色购物车啊，直接去下单就可以。这款现在咱们正在搞一个活动啊，就是秒杀活动，有需要的朋友啊，想入手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啊。然后这款还可以安放这个软轴进行这个打孔，好吧，进行打孔或者说是这个开孔什么的都可以啊。这款咱们使用的是直径为60的啊切割片，还有这一个万向的滴水管啊，咱们都可以看一下啊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左下角黄色购物车啊。